真是此一时彼一时，是吧？现在新生卡呢，有人搞了一个叫做纪念版啊，新生卡纪念版被判定违规，要求其暂停服务啊。为什么说判定违规呢？他说拥有混淆官方服务功能啊。你那个已经下线了，那你混淆什么呀，是吧？那我们知道那个冥币这个东西，是不是也要这个取消啊？这个冥币，这个可能混淆的更厉害，是吧？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办？而且说这个玩意儿连外国人都喜欢，一张就1亿元，这怎么说？啊，手伸得太长了吗？我现在搜一下啊，就是曾经那个最火的时候，曾经说要这个推行这个全世界了，是吧？啊，通行码。啊，全世界认证。啊，这个不好说，这个问题是吧？这个问题太大，不说了。这个是吧？这个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，是吧？那时候全世界想推行的，现在搞个技能版都不行。